马总统夫人周美青女士呢，在大选倒数的时刻呢，依然是按照自己的步调来做公益，特别现身力挺原声童声合唱团。小朋友呢，还特别提前帮周美青来过生日。只是眼看着蓝军的选情低迷，不止马总统，就连基层不少的候选人也纷纷盼望这个夫人呐、夫人牌可以赶快来出手。但是周美青她还是坚持一月再开始来跑基层。